热烈掌声欢迎华星星跟我们特别来宾郭德兰，谢谢。既然呢，我们今天已经出道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出道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干嘛？跑通告，对不对？对。跑通告，今天温岚也特别准备了三样的秘密法宝，通告三宝，要来告诉妈妈说，这三宝里面呢，这个三宝里面呢，要怎么样去运用在通告上面？我们先打开。好的。头宝，然后第二个是安全裤，对，避免走光。第三个呢是 new bra。对，避免那个看起来会更雄壮威武。我们储备的三十年秘密训练的三十年的歌手，哎呦，三张华星星。我们生活在美丽的世界上，时时多如云。有一个我，有一个你，还有我们的约定。还有温岚还要准备很多东西耶，要享受一日巨星的待遇。我们先推出第一样好不好？接下来是，是一个冰雕。三十年，我们筹备了三十年。这三十是有含义的，我们请温岚讲一下特别定制的这个三十的冰雕啊。我觉得，因为以我妈妈为一个，我觉得。代表就是诉说很多父母亲因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而放弃自己的梦想。那妈妈的话，因为生了之后，她本来很想要就是当歌手，然后但是今天呢，过了三十年之后，就帮妈妈圆这个梦。对，然后也在这边就是感谢妈妈的就是养育之恩。那讲到我要嫁干什么啊？一二三。好，我们今天在温岚其实准备第二项，也是巨星般的待遇哦。是的，我们要先送上来。好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好莱坞啊，那个洛杉矶的那个首映巨星的那个大道，好莱坞大道。然后呢，我们一起温岚呢跟妈妈呢盖上那个首映，象征呢我们已经前进到好莱坞的巨星了，好不好？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，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，陪我度过每一个关。